好，所有的铁粉网友大家好，我是徐恩，我是唐新奇，欢迎收看新恩会，感谢各位啊。这个新恩会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这里真的是大家都很心酸啊。为什么心酸呢？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百业萧条，哪一个行业最心酸？百业萧条，哪一个行业最心酸百业萧条是指现在吗？对，这个百业萧条哪个行业最心酸？应该是美国啊，我是说百业萧条，现在可能是美国。那个台湾应该有还好，台湾有一些行业还好。哦，你说那个电子业？电子业哈。还有，真的这是百业萧条哈。对啊，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让每一个行业都不是很那个哈。真的，而且就不晓得该怎么办。这百业萧条，哪行业最心酸？我觉得现在最严重的，有可能会接近是比较高消费的，例如一些餐厅。我比较高档的餐。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变成是 M 型经济。对。好，很好。第一是很低，对 ，M 型经济变成这样子吧，哈，不是 K 线当下，是 M 型经济哈。然后呢，你可是其实上次讲的这个 K 线复苏有没有？就是已经 K 线经济了。对啊 ，K 线经济是比 N 型更惨的。更惨啊，一个一直线，然后这样子。对，一个是完全走下坡了。是一个是在上面，一个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是20%越来越好，80%是走下面的哈。那如果说你们要看股市或者猜名牌或干嘛，可以看他身上，他身上有很多的英文字母，拼起来就是股市的这个哪一只股 OK 的啊？是应该没有，英文是拼一拼哈。这个其实我说实在的，百业萧条哈，跟疫情有很大关系。因为疫情让很多旅游业、电影院，包括群聚的地方、餐饮业，真的很可怕哎，倒一大堆啊，收一大堆，那。当然，他们收起来，你当你呢关一扇窗，一定会开另外一扇窗，这是一定的。可以说的就是娱乐业最严重。比如说唱片业整个那么萧条。对。不管你什么行业再怎么样的萧条，总是可以有取代的。取代方式嘛哈，比如说网路就取代了很多通路，取代了很多商家、商店、店家嘛，他店家关起来又全部变成网路商城，在网路上面卖东西。那比如说那个美食餐厅关起来以后呢，变怎么样？中央厨房 ，Foodpanda 来送，变成中央厨房送给别人，对不对？就是那个山不转路转啊，山不转路转啊，路不转我转嘛，就这样子嘛哈。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是这样子，很简单。但是说在这么这个整个疫情在全世界这么很难控制的情况之下，说实在有一些国家几乎都已经。整个封城了，整个锁国了，它不对外开放了。所以现在其实蛮多行业都要开始有点转向，有点网络的销售这样子。你说那个什么像船运呢？以前的货航运嘛，我说船呢对啊，有些旅游船已经几乎都没有人坐了。对啊，就变成在运东西。我听说前一阵子啊，很严重的时候呢。连飞机呢都已经拆掉，变成什么？变货机，专门做载货而已，对不对？对啊。它的客机变成货机，因为它只能靠这样的生存。对。因为没人敢坐飞机嘛。是啊。那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也是封城，你要去哪里？去那边要隔离14天，回来14天就刚好一个月。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说实在的，在这么，你看唱片业也是很心酸，娱乐业也心酸。各行业都很心酸，那不晓得旅游业也很心酸的，这根本没有人旅游啊。对。啊，饭店不知道倒了几百家，餐厅也倒了一大堆，旅游那方面都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是旅行社倒门比较蛮严重的。那旅行社听说是倒一大片了。对，然后还有那个游乐地区。游乐地区也是。人变好少哦。还有呢，还有除了说一些八大行业，他们也经济不好，真的生意很不好，还有一些pub 什么舞厅生意不好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更惨，戏院。电影院。那个电影院前一阵子全部在重播以前的旧片了。因为没有人敢看电影，里面只有一两个，因为它是密闭空间嘛，几乎没有人敢看。后来现在是慢慢有渐渐复苏了，有渐渐有人去看了啊。这个说实在的，那你觉得在这个这么疫情充斥之下呢，你有被影响到吗？我当然影响很大，像我们做
演出，做现场演出的一些艺人做商演吗？嗯，至少锐减10%+吧。这是真的哦。对，很多活动，就算有办活动的话，他们预算也没那么高。对啊，他们也只能就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请有限的人来帮忙。嗯，好，像演电视剧也一样。因为在很多我们的影院，很多影片都卖不出去嘛，因为整个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他演的可能是新人的几率就机会就比较多了，好，这个各方面都要节省预算，没法度，嗯，金嘛金价，我讲时机做歹，对，啊时机做歹，我讲大家这个要真的要团结在一起哦，怎么去克服这个难关很重要。对，现在就是说只能 在。这种环境已经有限制的条件之下去想看看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好，所以我们现在说刚刚所讲旅游业很心酸，对，航空业也很心酸，嗯，陆海空几乎都很心酸，对，对不对？还有就是娱乐业也心酸，八大行业也心酸，对不对？餐饮业也很心酸，饭店业也心酸，观光只要观光事业几乎都很心酸，还有就是什么很心酸，还有哪一个行业？大部分都讲完了啦，都讲完哈。嗯，但是有一个行业还算不错了，嗯，口罩业。哎，他们那个24小时一直在胖啊，一直在不停的。我觉得那个一直在制造口罩。线上游戏好像没什么影响啊，越来越好。你讲对了，线上游戏一点都不受影响，而且现在的广告呢，10支广告有9支是广告线上游戏的。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游戏在家里玩嘛，对不对？或上网，哎，网络的那些直播。也是非常好，网络一些什么拍卖或网络的网美网红什么的也是非常的受欢迎，还有就是网络唱歌也很受欢迎，对啊，还有就是说呢什么呢，刚刚我们提到好，就是说那个这些呢线上游戏真的是目前最夯，就是线上游戏，真的，你看一下10支广告里面有9支是线上游戏，嗯，线上游戏最肯花钱拍广告，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大家都宅在家里嘛，嗯，这是个哎寂寞陪伴宅经济，现在是寂寞陪伴宅经济，大家不敢外出，只好在家里面，所以才会有 Foodpanda 取代了很多东西嘛，他帮你送到家，对不对？再来就是哎，这个线上游戏，在家打线上游戏，嗯，又可以聊天，一堆人在一起打，又可以聊天，又可以交朋友，然后又可以玩线上游戏，啊，也变成线上游戏的天下，所以科技业还是很不错的了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另外一份。口罩也不错了哈，哦，还有什么也不错，好像没有了哈。应该是大卖场之类，就是像你说的 Foodpanda 或者是全联啊、家乐福这些。你看那个，就是这些日常必需品，对，跟那个比较便宜的一些，对，交通运输业也不是很好，现在的高铁。以前满满，现在没什么人做，没什么人敢做。我觉得便利商店的生意应该还不错啊。便利商店对了，因为现在好像比较多人都不去餐厅。当然，便利商店现在有很多桌椅嘛 ，table 就在那边吃嘛，而且有规定说到超商去好像要戴口罩，到只要有人多地方一定要戴口罩哈，嗯。然后就是这个交通业呢也影响很大，你看，很多地这个因为密闭的不太敢做嘛，所以自己开车。其实我为什么现在塞车会塞成这样子？因为大家都自己开车，不太敢坐高铁，不太敢坐大众运输工具，也不太敢坐哈。对，所以像你这个你都自己开车吗？对，好好，那我是骑摩托车、脚踏车了。哎，我是快一点，哎，骑摩托车、脚踏车，那里都是有人在啊？没有，我是骑摩托车、脚踏车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百业萧条的时候，要怎么样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环绕在全世界哈，困扰在全世界这个当中。我们要如何在这个危机中求生存，这很重要哈，那怎么求生存呢？我觉得忍耐蛮重要的，要忍得住这个时机，这总是会过去的嘛，对不对哈？过去以后就开始慢慢复苏了哈，所以没办法，像股市一样，对，是全世界的那个，那怎么办呢？啊，那全世界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了哈。啊，那你感觉我们刚刚所讲的，还有没有什么心酸的？嗯，都很心酸。对，都很心酸。对。好了，既然这么心酸，我们这个就是大家还是要继续的。我们要这个在未来还是要充满希望。当然了，我们就希望在这里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加油，互相鼓励，真的。对，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现在这个疫情充斥之下呢，我们能够在这个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下呢，杀出一条生路来，然后我们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希望祈求这个疫情的这个赶快过去。快。
赶快把它过去，让大家平平安安的，这很重要哈。希望我们永远就是个很平安、健康、快乐，这个太重要了哈。好，我们的这个新恩惠节目到这告一个段落哈。如果你们有任何需要宣传广告或者服务的，任何服务哈，可以私讯我们新 CTV 小编。现在最重要就是要来听听看我们这个创作女人唐心琪为各位作词作曲，大家这个精彩片段。重新来过，听了以后，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重新来过。哎，请看，谢谢。喝一杯酒。